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如何用微信发红包给别人。首先我们点开微信，找到一个联系人。假如我要给这个人发红包的话，那我就先选择右下角的加号，选择红包，然后在上面输入我要发的金额，我就发1块钱给他吧。然后在这边可以编辑你要跟他说的话，然后把钱塞进红包，然后输入你之前设置好的密码，这样红包就发出去了。如果对方没有接收的话，24小时以后就会把这个钱返还到你原来的账户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想要使用发红包的功能的话，那么你的手机就要和你的银行卡绑定了之后，然后才可以使用。然后每一次发红包的金额最多是不可以超过人民币200块的。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哟，拜拜。